是的，这个呢，其实我相信两支球队的主教练的这种执教的风格都应该差不多。好，欢迎各位在咪咕视频和移动高清收看我们送上的2024华润怡宝中超联赛的揭幕战。身穿红色球衣的是上赛季也是去年的中超冠军上海海港，他们在主场来对阵两年前的中超联赛的冠军武汉三镇。武汉三镇身穿蓝色的球衣，蓝白相间的队服。这场比赛是刘越和詹俊为大家在现场做的评述。对，就是大家喜欢看英超啊，克洛普来到利物浦队以后，给利物浦带来最大的变化，抓的就是这个攻防转换。是，李文君在右路，身后有王建亮，好球，禁区里边三点可以传，全进射门。配合打得很好了，就差最后的这脚射门，没错，推高了一点点。儒萨，巴西的后腰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看罗马里奥巴尔德的发挥，打了领先，右脚打门，又补射机会，这下进了。武汉三镇客场领先。进球的是王毅，曾经在上海申花队效力过，也留过洋。他出现了这个位置也很偶然，他好长时间没碰到球了。关键还是这个罗马里奥巴尔德，没错，他这内切一下，对，虽然不是在禁区里边啊，这次是在禁区外的发挥，是这脚射门力量很大，林俊凌挡出来以后正好是落在了王毅的前面，是王毅跟进的时间也非常好，绝对没有越位，没错。所以上半场比赛不到20分钟，武汉三镇在客场领先。是，那我们再看严俊凌的扑救，相对来讲呢，对他的这种级别来讲，要么就是往底线扑，要么呢扑的力量再大一点。奥斯卡的分边，马尔加斯后点，吕文君点下来跟进打门，漂亮，吴磊发威，海港扳平了比分。这球几乎两队获得进球的方式都一样，抓对方的后场传球失误，然后三角到五角之内转化为有效进攻，成功率很高。高飘的后点巴尔加斯这个球，对，但他要先跳，吕文君先跳就能压住这个姜志鹏，没错。哎，真没想到吕文君的头球技术这么好啊。哎，那么吴磊在禁区里面这脚球队友做得舒服，抬脚大爆射，对，胜在球速快，距离近。希望吕文君问题不大啊。现在海港拿到前场右路一个任意球的机会，他们需要趁热打铁啊。李敖要发力，以往在江苏队的时候我就夸赞过他的那脚任意球的。对对，这段时间都在右侧。巴尔加斯进来跟进，这次吴磊的头球鬼使神差，球被挡出来了。就在右路，刚才海港队这次的进攻啊磨分了一点，可以果断一些传中，是队友都已经到位的。徐昕的转移，好球，王指导扣了一下，跟进直接打。他有很多选择，是王振奥最后选择了直接射门。对，今天王振奥防守的压力挺大。哎呀，面对这个国人王罗马里奥巴尔德，被过一两次不奇怪。是，对他来说，关键被过以后不要造成太大的影响。嗯，吴磊禁区里边，哎，他想巧射，他没发力，这脚打的。是，李帅，奥斯卡。好球，哎呀，吴磊这球给巴尔加斯做得太好了，做得很好，就不用说我们一直夸赞的这个年轻的20岁的中卫乌米提江了。分得好，奥斯卡，卢萨给他的传球，在禁区里边，好球，这次的头球漂亮，漂亮，2-1，又是吴磊，连下两城了。今天的机会吴磊头顶脚踢把握得太棒了。对，再来看看卢萨的分边，奥斯卡第一下传中的时候是被对方球员挡出来，这是他第二次的传中。是，就在六码线外，吴磊的狮子摇头帮助上海海港逆转了比分。
2-1在主场领先武汉三镇。奥斯卡直接传中，好球，机会，哦，人到球到，可惜最后这个落地反弹，冯劲把球打高了。哎，第二落点，这次头球进了，3-1。王申超，这球啊顶的力量不大，但角度相当刁钻。是，门将刘殿座也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。对方防守人朴智珠蹭了一下申超的头上，乌龙助攻，他想解围的朴智珠。是，王申超，哎呀，看来这个根宝基地出来的球员头球现在都这么好了，还是很有这种定海神针的感觉，而且把这个五米提枪都给带出来了，哎，好，这时候全场比赛结束了。